像我这样的人多久才可以娶上媳妇儿？我来帮你算一下，大部分人月薪5000左右，除去五险一金1200，实际到手3800，租房子还不要住得太潇洒，800一个月，剩下3000，生活费一个月全部加起来只算400，已经很节约了，还剩下2600，早餐5元，中晚餐各15元，这绝对是良心价，还剩下1600，生活必需品衣服鞋帽400，只剩下1200，通讯娱乐交友人情礼数1000，就只剩下200块了，一年可以攒下2400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小伙子成年了想结婚，先得买套房子吧，一般点的房子加装修130万左右，车位大约20万，共计150万，150万除以2400，大约625年你就可以娶媳妇了。住房子如果穿越回去，那么你从明朝永乐皇帝时期开始打工到现在，刚刚好今年可以娶媳妇了。